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大家阿弥陀佛，假爸呗。我问的是这个了。一个人心满足了，快不快乐啊？只要有欲望就不会满足啊。唯有你没有欲望的时候，那才叫满足，那就是平静的意思。大家请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如来。南无南方宝身如来。南无西方阿弥陀如来。南无北方不空成就如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诸佛总集莲花生大师。南无诸佛总集莲花生大师。南无绿度母菩萨。南无绿度菩萨。诸尊菩萨。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波罗蜜。感谢所有法师上师。感谢所有法师上师。护法大德。护法大德。我为父母众生。来临法会，愿父母众生同成佛道。请放掌。各位有没有学习很专心啊？啊，今天人多，所以像菜市场，它是最主要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佛心，那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人越多，那么我们的佛法的力量就越强。就像刚刚我们在念五方如来，这个五方如来事实上也是人的五毒，我们人的内心里面本来就有这个五种毒，念一下：贪心的毒，嗔恚的毒，愚痴无明的毒，傲慢的毒，嫉妒的毒。所以人人都有，但是因为你有五毒烦恼，如果你懂得善用它，就可以转成五种智慧。比如说贪心，每个人都有欲望，都有贪心。各位把贪心搞大一点好不好？
那叫什么妙观察智啊，比如说哎呦前面那个八吉祥好美哦，哎呀因为你贪心你才会说它好美，了解吗啊，旁边的帅哥帅不帅，美女美不美，很美，那你要有这个贪，这个贪透过转化把它化为无边无际的，那就是阿弥陀佛的智慧妙观察智。各位会不会生气，一生气什么都不要了，父母也不认，这个在佛教里面叫什么大圆镜智啊，因为你有父母爱跟不爱的分别的时候你就看不清楚，大圆镜智就像镜子一样了解一切。所以不怕我们贪嗔痴，不怕我们造恶业，但是呢如果你懂得去转化，所以等一下要送给各位一个很好的礼物，漂不漂亮，不睡哦，我在台湾买一条7块美金呢，啊，后来就辗转到大陆去做可以谈，做了10000条，但是呢今天带来2000条，发完就没有了啊，明天要带才可以进来啊，所以现在就要提醒各位啊，我们放在前面要把五方佛的这种力量进入这个线，好不好啊，因为这上面就是五方佛的五个颜色，外面的红色代表阿弥陀佛，代表我们的贪啊，如何把我们的贪去了解一切妙观察智，那白色的代表中央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是代表什么呢，念一下法界体性智。什么叫法界，这个花这个所有的包括佛界地狱鬼道十法界，十法界的本体是不是一样的，万法的体性都是平等空性的，那中央这个毗卢遮那佛那就是代表一种圆圆满满，为什么把无明怀疑变成哦，了解万法平等无有分别法界体性智。所以各位为什么要戴在手上呢，因为你戴在手上那你的五毒烦恼就可以转化，好不好啊，好用不，拍卖很贵的 啊无价的无价的啊，所以简单的说要祈求五方佛进入我们的体性里面，透过佛来转化我们，好不好啊，所以不怕你贪心，不怕你生气，不怕你骄傲啊，你要记得拿起来看看这样的啊，所以要懂得去转化自己，那为了要转化所以当然要念这五方佛的名字，那我要趁着各位手上拿着课诵本的时候啊，我们来祈求五方佛加持，好不好啊，加持让我们带上这个啊，请翻到183，祈求五方佛的加持，这里面因为是在超度写亡灵皆得度，我们今天改成众生皆得度，好不好啊，只要我们大家带上这个，然后呢阿处如来的蓝色的光，这个蓝色的光不动佛这种金刚种性，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这种嗔恨心把它消除掉啊，而让所有众生包括亡魂能够离苦得乐，那当然阿处如来就代表什么，来持戒圆满忍辱圆满，所以各位你念到阿处如来你要讲持戒的功德啊，忍辱不嗔的功德，然后呢这种蓝光的加持，事实上各位风马旗是不是这五个颜色啊，
当然也代表整个有情跟无情的地水火风空，空代表有情众生，地水火风，那希望我们大家风调雨顺，也希望我们身体这个四大也是地水火风啊，身体好健康，心灵安住在空性啊。所以我想整个大乘佛教啊，就不离开五方如来的加持。南方宝身如来代表什么？来，布施波罗蜜成就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宝身佛啊，他有一个智慧，念一下平等性智。所以布施可以消除傲慢啊，所以干脆把傲慢来变成一种我对待众生无有分别的供养给予啊，这个就是我们带着宝身如来的加持。所以呢，代表黄色啊，各位等一下拿到刚好五个颜色，黄色黄光。当然我这样解释，各位如果我觉得现在网络很方便，你要查这个很容易，但是重点你要把它记在你心里面，这个叫正念，正念啊。哦，看到这个颜色代表什么，看到那个颜色代表什么啊。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很久，因为等一下还要带带各位念念大悲咒。为什么？我们业障重，要祈求观音菩萨洒洒甘露，好不好啊？净化自己，明天我们大家受戒能够圆圆满满。我们昨天很多法师都一起去受了最重要的戒律，来，菩提心戒啊，我已经送过好多遍了，但是永远要送，永远要送啊，让自己菩提心能够保持在一个圆满的状态啊。所以菩提心倒过来就是我执啊啊，一个人有这种自私我执的时候，那你就会痛苦，也会造成别人的痛苦。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跟随自己的我执，也不要顺从自己的我执，我们要顺从自己的这种五方佛的利他的功德啊，这个叫修行啊。修行叫责法，责法就是对的跟不对的，不能生气哦，要升起大悲心；不能傲慢，也要升起大布施的心啊；不能无明啊，要了解万法平等啊。所以不能贪欲，要妙观察一切啊；不能懈怠懒惰，要成就一切。所以北方不空成就如来代表成所作智。那我想各位，你可能回去只好慢慢背了啊。事实上，因为你经常念，然后再来用在，当然背很容易，但是要用在跟你的心相应就不容易。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起贪嗔痴傲慢嫉妒怀疑，但是这个念头起来了，你赶快念下来，嗡吽藏瑟啊啊，就是把五方佛的完全的功德投入你来加持来转化啊。所以各位一直看着，一直看着五方佛，然后今天晚上就给他带回家，好不好啊？五方佛在你手上，在你心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佩戴佛菩萨的咒语啊，或是加持啊？特别跟各位等一下还要念大悲咒，那佛经也说念大悲咒加持这个五色线啊，那么得到了所有诸佛慈悲的力量灌在这里面。当然讲了老半天，那就是要你要有一个善根，就是什么，来相信啊，各位你只要相信就没事了啊。一个人相信阿弥陀佛，他这辈子没问题了啊。所以佛说阿弥陀经说，你相信阿弥陀佛，你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念一下，保证成佛啊。要不要成佛啊？成佛才慈悲，我们成佛，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帮助众生啊！所以你只要信心发愿，往生净土，必定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且念一下，十方诸佛皆护念你啊！因为这个世界有人发愿要成佛，十方诸佛高不高兴啊？那就是真正的法王子
真正的佛的儿子。我想大乘佛教的教育目的就让我们发菩提心，那么所以为了要发菩提心，我们要认识五方如来所以呢，东方阿处如来在念是持戒忍辱成就，南方黄色宝身如来代表布施成就，西方阿弥陀佛代表禅定般若波罗蜜成就北方不空成就如来代表精进波罗蜜成就当然中央毗卢遮那佛代表圆满成就一切所以我们希望带着五方佛的加持，帮助念下五趣众生脱离轮回当然五趣就是天道人道地狱鬼道畜生道，把阿修罗道分配的每一个地方都有阿修罗道，所以我们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脱离五趣轮回，往生五方佛净土。这就是莲花生大师的笨扎咕噜笨马西得哄愿众生转五毒，成就五种圆满智慧，成就五方佛的功德。那我想每一位佛菩萨，包括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呗咪吽，那就希望六道众生都六根清净，脱离六道轮回，圆满六种波罗蜜最后大家都圆满成佛。但是无论如何讲东讲西，就是希望我们干嘛，会不会成佛？下课你已经决心了就没问题。生命的意义一定要找到，生命的意义不是结婚啊赚钱啊生儿子。现在有很多人看到我，还没结婚看到我，现在结婚又看到我，生了一大堆小孩，他只会讲师父很苦啊，后悔了。我说不能这么说，要转化，生三个，制造三个佛，不要烦。对，你可以修忍辱，没有忍辱怎么成佛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有忍辱，这个忍，所谓空性叫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从哪里来？来，众生忍，你要先忍，没有忍辱，所以说忍辱才是修菩提心的如意宝。哎呀，生病了，这个叫法忍。你也能够众生忍，你能够法忍，你才能够了解万法的真相，叫地察法忍，所以你才可以证得空性。所以修心八戒说人所有的痛苦逆境让你嗔恨，这个人骂你侮辱你，你才可以有这个嗔恨来让你忍，那你才会成佛。所以别人骂你，你要不要给他谢谢你，好不好？这个叫修行这个就是我想我们讲金刚乘的精髓，它就在这个地方你要利用这些境界。所以呢，一个人懂得这个境界，万法都是佛法，念一下满地黄金，好不好？哪里不是黄金？什么叫黄金？当你升起一念菩提心，那菩提心就是黄金。但是你没有这个境界，让你生病啊，生老病死啊，你怎么会捡黄金呢？所以如果你知道如此，不要抱怨这个世界，就抱怨自己没智慧而已。这个世界是我们成佛最好的方便，所以我现在要来带各位念这个五方佛来加持，不是光加持这个五色线，谁需要加持？谁需要？我们需要加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加持不但我们需要加持，来，愿所有众生得到五方佛的加持，嗡哄藏色所以各位无论如何在你家门口要挂个五色旗，好不好小小也好，现在戴在你身上了等一下我们一起加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仪轨，请求五方佛的加持，等一下马上分完分章因为我本来他跟我说师父明天才发了，今天不要发，但是有一些居士说师父我们今天来明天就来不了了，要上班了那我说好吧，那就今天发完吧所以随时都可以改变了下回就带4000条来就 OK 了
我带来，你们出钱。很便宜了，现在跟他讲一万条，价钱马上降下去啊！但是我不知道品质如何了。好，所以我们大家念大声一点，好不好？七首里东方阿处佛，你要观想哦，马上从他心间放出蓝色，他的衣服叫蓝色蓝光啊。这个蓝色蓝光明，阿处佛就让所有众生，包括我们五色线消灾往生牌位，都得到了加持。这样来赞叹礼拜东方阿处如来，然后就念了大慈悲了，嗡嘛呢呗咪吽啊！所以大家一起来学习唱，好不好？跟着我们女众法师，大家鼓掌一下。这次特别请他们来马来西亚献唱，有嘴巴更好，可以念佛，不要骂人，不要讲是非。好，但是各位，你要一直观想，念到哪一尊佛，看一下好不好啊？看一下，然后看到他放光，这个光照着整个法界。但是我要讲一个重点，这个佛会放光，是因为从你心里面的相信才放光。如果你内心里面没有这个信心跟悲心，佛就放不了光。所以我们靠佛，佛靠谁？佛靠我们啊！佛陀要讲这句话是互相依靠，我们互相依靠，互相成就，不要互相破坏啊！这个在经里面有四个字，念一下：自他真上。所以这个世界走到哪里，你帮助对方，对方也成就你。永远不要有对立的观念啊！健康也好，生病也好，高也好，低也好，都可以让我们增上啊！死亡的时候可以更可以让我们增上，赶快念佛消业障，死亡可以成佛，哎，可以往生净土啊！所以这样你就超越了生老病死，生是快乐还痛苦，懂佛法是快乐，不懂佛法还真是惩罚了，痛苦啊！所以因为我们有佛法可以改变。好，大家一起来唱，这么多人念起来很有意思的。好，开始。七首里东方阿处佛，蓝色蓝光，蓝色西方弥陀佛。
加持五色线，嗡吽藏舍阿，嗡吽藏舍阿，嗡吽藏舍阿，也念一下开光咒来，嗡，阿摩嘎，波陀摩，苏那尼，陀罗陀罗尼，曼那尼吽，嗡阿吽，嗡阿吽。嗡啊吽，好，下回我们就做多一点，一人发个十条，好不好啊？送给别人啊，这样功德更大。各位拿到这个咒绳的时候，对一下啊，红色的代表包在外面，西方阿弥陀佛，然后呢，黄色、绿色、蓝色、白色啊。最好这几天呢、啊，你天天对着对一下，然后这个颜色你都记起来了啊，然后呢代表什么意义，多去思维。那我现在来回答问题，好不好啊？第一个问题，他说家里的老人长辈退休了，没有收入，偶尔会去赌博，把赢来的钱拿来做善事，这样好吗？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如果他说赢钱要做善事，他的动机也还不错啊。但是输钱是应该的，因为用这种动机也没有那个。但是至少他不是非常贪啊。当然怎么办？希望他不要赌博。各位要学习来念佛、念法、念身，融入对方的心。永远记住这个，比如说老人喜欢赌博，那你念大悲咒，然后念大悲咒的力量转化他的心，不要跟对方吵架啊，不要骂对方。但是有一种我发觉有些人错了，你念大悲咒如果没有存大悲咒的心，那这个力量就不强。记住这句话啊，比如说你希望你的爸爸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或是已经往生者去极乐世界，你心里面却没有发愿真的要去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的力量就没办法透过你的心帮助对方。所以佛法永远永远，念一下来，嗡啊哄，这嗡就代表诸佛菩萨的加持力进入你的平等心，然后呢哄去帮助对方，好不好啊？啊，这个哄哇，你可以从胸部、从腹部、从八万毛细孔，轰，然后整个法界都充满了佛菩萨透过你的信心